你们追随东升，追随王丽玲，你们一定可以赚到钱。帅气的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亲临东森第三届社交电商大会，现场授课演说，向大家分享分润模式，用新的工具、新的知识，要让年轻人拥有一个赚钱最佳利器，更霸气宣喊要成为亚洲台湾直销的 number one。过去在台湾直销界，没有人第一年可以做到1亿了，我们做到了。同时，更大的奇迹出现了。我们在2019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们已经完成突破9亿8千万的业绩，震撼业界，没有人相信的，这就是东森能够做得到的。我们到5年后，东森就要做到100亿了，所以我相信，我们可以成为亚洲台湾的直销的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回顾着年度的亮眼成绩，本届电商大会也迈步向前。除了美妆保养品牌 Angelina 美丽站长计划再升级，高达30%回馈，更研发 LINE 聊天机器人，让你在跟朋友聊天时轻松导购，已将与东森房屋合作网联通分润平台，也就是我们将要创造一个颠覆传统的房仲产业的一个平台。我们想要让这个专业的分工呢，跟这个所谓社交电商呢，能够结合在一起。那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房屋仲介这件事情，把它给社交电商化。未来当中，我们在大陆呢，会运用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商业模式，那么把美丽站长，也就是 Angelita 的一个概念，能够带进中国。那我们会结合整个包含产品、包含模式、包含系统跟教育，我们会结合在一起。对一个社交电商的一个只有2岁的小孩子来讲，他第一年只有1亿。第二年创造的9.3亿，这在台湾的社交电商史上应该是很难看到的。打破常规，快速行动。2020年，东森社交电商创新求变，将整合东森集团线上线下资源，拓展服务群体，携手共创新电商时代。除了要成为台湾第一品牌的社交电商平台，更要将成功模式复制到全球市场。网联通等待。记者黄兰、谢振凡采访报道。